我们看第几页啊？他问说，第六秒内指的是什么？我第六秒内就是时刻五到时刻六，这是第六秒内。我们看 A， 是指第五秒出，第五秒就是四到五嘛，这第五秒，第五秒出是时刻四，至第六秒出，第六秒出是时刻五，这不对了，就是这一秒，这不对，这一秒，这是不对的 ，A 是错的。再我们看 B。是指第五秒末，这个是第五秒，第五秒末到第六秒出，这是同一秒，同一时刻，这不对，这不对。再看 C， 第五秒末至第六秒末，这个对了，这个对，所以 C 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再看 D， 是指第六秒出，第六秒出是时刻五。是第六秒末，时刻六，这个也对。好，这样看一，其实只有一秒，这个对了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、D 跟 E。